我诚挚邀请某位精灵般善良的姐姐下水，与我共进海上下午茶。如果她想没收陆景和先生这辈子能吃到的所有冰淇淋，哼，也不是不行。比如说，我想从躺椅上下来，你一直抱着我的胳膊不让我走。我要是不说，你要在这里趴到世界末日呀。